哎，天天饮食，天天都有美食，不但天天有美食啊，从今天开始还天天都有一位新朋友陪伴着我们一起啊。那么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哪位嘉宾呢？我先不告诉您啊，跟您开玩笑啊，不是不告诉您，是让您呐先听听他的声音，也许您能猜得出来。哟，来了几位，里边请。现烧的开水，这就给您泡茶。这是哪儿啊？春和茶社。您听出来了吗？我们有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云生闪亮登场。欢迎，欢迎陈老师，陈老师，陈老师，欢迎啊！久仰久仰。哎，你这声音呐，这个大家可能很熟悉，常听你栏目的，一听就知道，是吧？我知道云生特别喜欢吃，那你爱研究吃，哎，有点平常经常吃点什么？喜欢？我这人吃的口味比较清淡啊，清淡。哎，像什么？清淡好。排骨啊，对，肘子呀，红烧肉啊。等会儿，你不是你这还清淡呢？你要不清淡，你得吃什么呀？哟，那油腻了，黄瓜呀，什么芹菜？说反了，云生。哦，说反了。我的那个定义是反的。对，你跟我们不一样。你清淡，你是肘子什么排骨啊？你是油腻，你倒成黄瓜了。不能这么说。不是吗？啊，不是。你这么说吧，北方人啊，对，北京人，北京人，北京出生。对啊，喜欢吃米呀面呢？吃面。吃面食，哎，那太好了。今天请来的这位师傅啊，就是我的一位搭档啊，也是经常有新创意的专门做面食的于世清师傅。于师傅认识认识？哎，咱认识认识。在这儿呢，欢迎于师傅。老师，于师傅，于师傅，你二位是第一次见面啊？第一次见面，第一次见面啊！哎，于师傅啊，这专门是白二的师傅，是吧？做面食啊，做面食。哎，那他说他喜欢吃面，北方人啊，那就合适，就是咱们做的就是面啊。什么？给大家介绍介绍。用面做的皮儿，咱们今天做薄皮馅饼。薄馅儿，哎，这好吧？这好，这薄皮馅饼，嗯，这好。馅儿里有肉吗？嗯，有点儿，不多。不多。不多，没有，我不在多少，有肉就行，有肉就行。哎，他喜欢吃清淡的啊。行，嗨，行，咱们现在啊，咱先挑挑这个面，咱再挑挑这个馅儿，好不好？好，走，挑肉去。嗯，想知道汁儿多味美、薄皮大馅儿的蔬菜馅儿饼是怎么做出来的吗？今天于世清师傅就要给您露一手，来一道让人称绝的薄皮馅儿饼，您不想动手试试吗？需要准备的主料是面粉、菠菜、五花肉，辅料有黄酱、八角、酱油、葱姜等。您别看这些原料都很简单，在挑选的时候可大有学问。咱们这就跟于师傅学学怎么来挑选这些食材。哎，这个薄皮馅饼是吧？顾名思义，这皮儿得薄。对，皮儿得薄。是吧，云生？对对对，这皮儿薄，拿什么面粉能做出薄皮儿来？这么着，于师傅，咱让云生考考他，考考猜猜。你不是喜欢吃吗？你说啊，考我，考你，考你。这个做薄皮馅饼，嗯，是吧？干嘛还带使眼神了呀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这，就是这，哎，对对对。用这中筋面粉，这中筋面粉，您这属于给他使眼神来着？没有，他刚才跟我说好了，就我眼睛这型号，您能看见眼神？那当然了，我就看小眼睛看得准。呀嗨，这不能眉来眼去的，这不行啊！是这么着啊，刚才那个他说中筋，陈老师，医生说这中筋啊还真对，你因为什么呀？因为中筋面粉呀就适合做饼类。哦，比如这烧饼，不管是中筋的啊馅饼，还是什么烧饼，或者咱们家常饼、烙饼，都适合用中筋面粉。道理是什么呀？因为它的筋性适中，就是说，但一说这个呢，您就明白了啊。这个面条是面条，哎，这个面条呢，咱们得需要什么呀？需要筋道，需要韧，需要爽滑，所以就得用高筋。你就从这仨字上能理解吗？高筋嘛，肯定有劲儿，对，拽它不折。对，那这个呢，一煮成粥了。对，低筋面粉，这什么？哎，只适合做点心。做一些什么点心类啊，或者说什么桃酥啊、起酥的东西，需要筋性小的，适合用低筋粉。哎，这回就弄明白了啊！今天这薄皮馅饼得是中筋，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富强粉。富强粉是吧？对，好，这就定了啊！咱再说这馅儿是吧？啊，馅饼肯定有馅儿啊，于师傅。说这馅儿得用肉，得用什么肉？今天咱们做这馅饼呢，是用的是这个五花肉。五花肉，嗯，五花三层，五花三层。选择五花肉的道理是什么呢？因为五花肉啊，五花肉顾名思义就是什么呀？五花三层，肥瘦相间，对，这样做出来的馅儿呢，不柴，
对，要光是瘦肉肯定就柴了、而且还滋润，对对对，然后光是肥肉呢，又脂肪又太多，不符合健康的这个理念、是不是？好，那这个馅儿，这儿就这么一盘菠菜。是吧、咱们今天其实我做这个就用菠菜，用菠菜。其实我觉得菜有的是都可以用。闲话少叙，咱现在啊先准备这面，对，先和面啊，先和面，走。好，现在咱就得和面了，是吧？和面，和面有什么讲究吗？这是咱们刚才挑的那个中筋粉啊，好，中筋粉，对。我们拿一大点的盆儿，倒进来。差不多有150克左右，也就是三两面够吃的吗、三两面要包饺子能包15个吧，那是大蒸饺子。嚯，那您这个这个咱们今天做的是馅饼啊，您看啊，您干嘛呢？我呢烧了一锅水啊，烧了一锅水呢啊，我们搁点汤差不多，我看也像差不多我教你俩做，你俩听我的。哎，听于师傅的、差不多是这么3两面左右。3两面我们呢把它烫1/10。哦，烫面，烫面烙馅饼，烫1/10，烫1/10、对，哦，就是不都烫，把这块只烫1/10，对，因为这传统的这个家常的这种烙饼啊，不但是馅饼，都是冷水面团，对啊，冷水面团呢，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，吃起来呢比较皮，口感比较皮，我们把它烫这1/10呢，就让它这一块呢。这面粉糊化了，然后再掺在一起，剩下的90%呢，拿冷水和。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？就一烫这面就没劲儿了。对，就把一小块面烫没劲儿了。您那是吃面吗？这个我这是牛筋，嗨，是吧？然后把这么烫了一小块面，然后再加上这冷水和面，给它调在一起，这样烙出来的饼啊，那个。也不皮了，而且口感呢还更好。这咱真学一招，这还真是。平常在家要真是和面，不是凉水就是温水，对，真是很少烫1/10的，是吧？我就知道这春饼得烫面，要不然咱这烙这馅饼1/10的烫面。对对对对。要烫1/2就过了是吧？如果您又烫的太多了吧，它这吃起来就比较糟。也影响这个口感。就是还得有点劲儿。但不能拽着那么费劲。对，像您那个不行，不行，差点意思。牛筋是肯定不行，对吧？假牙。先把它这么着打起穗子来。你看，我们把这块面呢和好了，和好了，现在呢干净，真干净。给它放在一边，先醒着。醒多长时间？差不多醒10多分钟左右。10多分钟可以做了。行了，我定表，我叫他一会儿。云生，你断。10分钟，你醒啊！我们现在开始焯这个菠菜。焯这菠菜呢？这也得有火候吧？对，焯这菠菜的时候啊，搁里边。赶快翻来，陈老师，你去打盆凉水，得直接放在冷水里、对，我们焯完了之后，第一时间把它放在冷水里。这啥？什么道理啊？这样焯出来的菠菜呀、绿。绿哦，而且呢，吃起来口感脆。脆。有人说，在这个焯菠菜的或者焯其他菜的水里放一点盐，放一点盐啊，也可以。它能够守住这叶绿素。对，你看过去吧，比如我做有一些绿菜，我没放盐，焯出来一会儿就不好看了，黑了。后来我学完以后放一点盐，确实它湛青碧绿。吃点葱姜，这边准备一些葱姜蒜，对，还要切一点这个五花肉。五花肉，五花肉呢，给它切成这个粒状，所以说我们切的时候呢，就不能切的。我们家吃馅都剁呀，我们家都拿那绞肉机绞啊。您那更省事儿，是吧？这剁跟绞啊，做出来的肉馅都口感不如切出来的。为什么呢？这吃一粒是一粒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肉啊是有纤维的，我们绞呢是完全把这纤维呢给破坏掉了，成泥了。如果又剁呢，刀口就不够均匀，都不如我们切出来刀口比较均匀。所以这吃到嘴里这感觉不一样，是吧？对，有口感。对，你瞧人家切这个。对，你瞧人切这个，一粒是一粒的。切出来跟肉似的。嗨，那切肉嘛。于师傅留神手啊，没问题。一粒是一粒。你别说，还真是有道理。好嘞，我们要搅成肉馅以后，吃到嘴里啊，磨磨唧唧，对它没感觉了。这肉呢，大约我们切上有2两肉左右。2两肉。对，我们就开始来那个，把这肉再进一步的炒一下。还得炒。平锅上火，这把锅上火呢，油呢这会儿要少。这会儿少，对，因为我们呀煸的这个猪肉里面一会儿会出油，所以说呢稍微少，对，稍微要少放点油，然后呢家里边一个大料，大料，提味儿的是吗？
把大料呢给它煸糊了，变成金黄色，让它这个大料的香味呢散发出来，用这料油来煸这个猪肉。哎，好，到这会儿我们呢把这火呢还调小一点，调小火，在炸这个料大料的同时啊，这油温肯定上来了啊，这样着的肉呢一搁里边呢就容易焦了，煸不出油来。大料拌还要吗？啊，要一块煸啊，一块煸，这么着把肉放进来。哎，这么美妙的声音，嗯，我就喜欢听这油炒肉的声音。对，用中小火，哎呦这么香，来煸炒。嘿，你这回闻见味儿了？闻见了，哎呀呵，蒜香蒜香的，哎。什么蒜香蒜香的？蒜香蒜香的。我听说怎么蒜香蒜香的？看这肉逐渐变色的时候，啊，它里边的那个水汽呢，再进一步的煸。嗯。现在水还挺大的。对，现在开始往出。出油。啊，出油的时候，好，这会儿呢，我们准备的黄酱。哎呦，黄酱啊，要放黄酱。把黄酱里边呢有个小窍门，把酱油调稀了给它。什么黄酱有要求吗？就是黄豆做的那个黄酱，对，不要那种生吃的。哦哦哦。然后咱们用它调好的这个酱再炒这个肉呢，出来颜色好，而且呢香味也好。为什么？因为酱油的这种香气是黄酱所不具备的。哦，您看啊，这酱油加上这个普通的这种黄酱，那这种比例，对，差不多，反正。快一半一半了，卸稀了就行了。对，稍微卸成钩状，稍微细一点。啊，到这会儿，您看啊，闻到酱香味了。闻见了，闻见了。然后放姜末、葱花，姜末全放进去，葱花我们只放进去少一半，留一部分，再继续煸。我老关心这大料拌在里边，一会儿谁要吃这大料拌怎么办？啊，吃不着，一会儿咱就挑出来了。啊，一会儿挑出来，这充分的借它这个味儿。嗯，哦，对。到这会儿，呛那个葱姜的香味儿出来了，我们把它关火。哟，这就关了。啊。您刚才关心那大料拌儿，给它挑出来。哦，现在挑，挑出来给陈老师吃来。喂，来，我上这边。您不一直关心它呢吗？上这边，上这边。嗯。咱换一个案板，开始现在切菠菜。好。我们把这根呢一块儿加上这菜呢，顶刀这么切。啊。也是切，不是剁。对，也是为了要它这口感。和我们家这么切出来，都是剁，咱都是剁，什么菜都是剁，两把刀啪啪啪就剁。对对对对，楼下直提意见，一听就知道你们家吃馅儿。嗯，今天回去试着切出来的，我们把刚才炒的这个猪肉，哎，肉馅儿，对，给它放进来，放进来的同时呢，拌馅儿，不管拌什么馅儿，是那个猪肉馅还是那个素馅儿，都离不开油。但是我们这会儿呢，就不用再放油了，煸出来这个肉馅儿，对，已经有油了已经。刚才咱们留了一半葱花，这会儿放，对，放生葱花进去。道理是这会儿加进来，因为咱们刚才拿猪肉给煸的这个葱花已经都烂了，哦，然后都已经提不到这种增香的作用了。哦，这会儿放点这个新鲜的，然后加少许胡椒粉，这胡椒粉呢一定要少许，在这里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。哦，这么一点就行了。对，哦，来点香油，香油。香油可以多来一点吧，香油是吧？嗯，行，调调味儿，哎，让它滋润一下。这根据个人口味来，这个。对对对。刚才我们在那个炒这个馅儿的时候呢，啊，比平常的酱呢要多大了一点儿，为的就是现在叫找口。现在应该差不多。对，应该。假如拿不准的话，能不能尝尝？可以啊，都是熟的。都是熟的。一会儿这任务就交给云生。我们家拌馅儿的时候都是拿嘴尝。对，云生，你来，你给尝尝这。好，你来一口。你来一口，对对对，用不了那么些，我们家长馅都一点儿。您这太实在了，您这个，对，合适怎么样？合适哈。其实人家有经验的说，人家一闻就能闻出咸淡味儿来。我这要不感冒，我也闻了，也闻了。行，咱们拿刚才咱们醒面的这个案板，这个把这个您换下来。我们这会儿啊，先给它做成劲儿，做成劲儿呢，嗯，然后再醒着它，火。拿真东西了，哦。如果我们普通的时候，那个在家做馅饼的时候啊，应该是这么大的一个剂子，嗯，是吧？就相当于，对，做馅饼吗？但是我们今天呢，把劲儿下小了。哦。实际啊，这就比那饺子皮儿啊，比那饺子劲儿大点儿有限。嗯，对，跟那饺子劲儿差不多。哎。我们把剂子呢给擀成像那个饺子皮儿一样的这么薄，哎，这么薄，然后呢，往进放馅儿。哦，哟，要放进它的几倍的馅儿。哟，一边放还放，对，一边给它调实了。还能包上吗？这个包得上，这就是技术。
这咱们要放这么多，咱就包不上了。那就改披萨了。啊，一边放给它填严实了。那这烙出来得多高啊？这得。这个。没错。这得多厚啊？得有个两三厘米吧。这个您看过这个故宫门上的那个钉儿？城门钉儿。对。那看过。那个、厚了。那有四厘米。类似于那个门钉肉饼的这种感觉。门钉肉饼知道？门钉肉饼太知道了。对，你像北京好多店，外地也有。有。门钉肉饼。哎，这门钉肉饼怎么来的？您知道吗？门钉肉饼就是从门钉上来的。好牙口。那玩意儿铜的，咬不动。行嘞，这锅一热就行。把这锅稍微烧热一下，放进来。往里放，一定要把这个有捏褶的这一面往锅里边放。哦，捏褶那面先朝下放。对，因为这面捏了褶，它的面就厚。对。所以要先烙它，用中小火。好在现在都是不粘锅啊，放在里边您甭担心它粘不了。在家里要是使饼铛，翻过来也一样吗？用饼铛，用饼铛就更好了。是吧？对。哎呀，真快啊！放进去，你看这上色了。哎，对，颜色变了。所以你看啊，每一道美食它的制作方法都有讲究。对，到这会儿呢，我们往有火色的这一面刷油。哦，在这一面刷。啊，这样着呢，饼里边吃的油少，它就不会说拿那个油去那个炸这个面皮似的。而且呢，也起到了刷油的作用。说实话，真挺漂亮。是，尤其你看这油一刷上，晶莹透亮。对。一直用中小火来烙这个，中小火啊，因为咱们呢做这饼啊是馅厚呢，然后那皮薄，如果用大火呢里边不熟，怎么着也得把里边那个馅心呢给它从上到下串热了。对，其实那个馅吧不是都说了吗？都是熟的。对，馅儿都焯，肉也炒了、煸了，那个菠菜也焯了。哎，但是你要不把它热透了，这饼不好吃。对，是吧？对，嗯。有个别的就已经都熟了，你看都鼓起来了，像小包子一样鼓起来，这就熟了。这就算熟了。对。真好看。怎么样？这道既简单又美味的薄皮馅饼，您学会了吧？我们再来回顾一下：一、富强粉中加入少许的开水烫1/10，再用凉水和好，醒10分钟；二、锅中做水，下入菠菜焯制，再切成小粒；三、锅中倒油，把大料煸香之后下入五花肉粒，再烹入用酱油卸好的黄酱，下入葱姜，然后将炒好的五花肉倒入菠菜中，再放入葱末、胡椒粉和香油拌匀。醒好的面做成剂子擀开之后包上馅儿，放入锅中刷油之后煎至两面金黄即可。哎，你看摆上盘啊，更漂亮啊！这就是今天做的这薄皮儿馅饼。哎，最大的特点就是薄皮儿，馅儿大，而且这馅儿还很营养，是吧？哎，尝尝，我就等着您发了。这是我包那个，我您尝尝怎么样？呵，还烫呢，嘴急吃不了热馅饼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一定得跟观众朋友说说你尝完今天这薄皮馅饼自己的感受，对不对？什么感觉？就这个吧，它皮儿特别薄，对，馅儿又足，你到嘴里呢，它有蔬菜，不像吃肉饼那么腻歪，而且呢，它有这个菠菜的清香，这个肉和这菠菜您是切的，不是剁的，对，所以到嘴里还粒儿是粒儿，个儿是个儿的，分得清楚哪是哪儿，口感在嘴里还能分清楚，我能找着自己舌头，就是今天特别香薄皮馅饼最大的特点，真的这个，不知观众朋友您是不是学会了今天的这道美食啊？欢迎您啊登录我们的微博或者在我们的网站上和我们继续。不是您这干嘛还打包啊？您吃带拿呀，是怎么着？不是，您看那是谁？那是谁来了？啊，全拿着呀。那个不，我今晚上加班，我就补充能量。看出这馅饼好吃来了。那行，就这么着，明天再见。不用了，明天不错了啊。不用。好，谢谢于师傅，天天饮食，咱们明天再见。再见。